队长是哪位？哪位？哪位？淋雨。淋雨。哦，我有一首歌叫《陪你淋雨》。哦。哦。哎，要翻唱一下淋雨这首歌，要cover 一下。陪你去来这里，不是啦。陪你去看流星雨。对啊。我们一起陪你那个啦，我一起陪你淋雨怎么唱？我谁知道啊？谁？陪你也刮嘞。黄子佼写的歌词，交歌写的对，让我陪你淋雨，我可以湿得彻底。你说浪漫，哒哒哒哒哒，你的小朋友的表情渐渐长。Baby， 下嘟嘟嘟嘟嘟 ，Baby， 下嘟嘟嘟，有反应，有反应的，下嘟嘟嘟 ，Baby， 下，妈咪，下嘟嘟嘟嘟嘟，哇，来。要偶尔要讨好他们，对，因为陪你淋雨，他们就怎么会想要组这一团呢？听说是牛奶组的，是吧？宪哥好，汉年哥好，露露姐好，好，我们是大家好，我们是 BTOD， 彼得沃特出 ，OK， 然后我是队长淋雨，然后我是专跳 popping， 哦 ，popping 厉害哦，舞蹈，我是 Kenny， 那我专攻 breaking。Breaking， 我是齐阳，然后我是 freestyle， 哦 freestyle， 我是子贤，专攻快脚，啊快脚，快脚，哇，哎，这个我讲真要行家一看就知道，跳的比那个陈玉玲好，杰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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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废话嘛，他们有比较高兴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来来来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唱张龙，我是缅甸 Locking 最强哦，缅甸的朋友哦，厉害！刚出的这张专辑唱片叫《笑个屁呀》，对，我们的第一支单曲叫《笑个屁呀》，然后在11月12号，歌名感觉是露露会有的歌，笑个屁，笑个屁呀，笑个屁呀。也是蛮幽默的。11月有，我们11月12号在各大数位平台都上市，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台北捷运杯街舞大赛 MVP 组成的一个团。哇！真的拿很多奖的，呛很呛啊！学猫叫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个这一首歌，你们等一下跟这个有关啊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这大家都听过学猫叫嘛，学猫叫，学生都听过学猫叫，但其实小朋友都听过的是 Baby Shark。Baby Shark， 对对对，所以这首歌其实，在街舞圈大家都叫我们，哎，老师，我要学 Baby Shark， 我要学 Baby Shark， 每次都小朋友也要叫你叫。但像他们这种歌啊，这种音乐叫什么？小朋友这音乐叫做。Chewing gum music， 哦，嚼口香糖，因为然后就吐掉了。你还在 Baby Shark， 他们已经下一首已经底下在讲，他们好老气哦。他们换得很快的，太换率太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是要引领他们的这个前进。刚刚那一首 Savage Love， 对，就那么简单几个动作，就唱歌，对不对？越简单越贵哦，不见得要复杂。要朗朗上口，能够让他传送是最重要的。要把 Baby Shark 跟这个台湾舞，这次有做一个主曲，就是把 Baby Shark 跟台湾舞两个做一个结合，这样。哦，太期待了。到底要什么台？青春就是活力，有没有？活力就是生命力。一起来欣赏这首精彩的表演。Baby Shark，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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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， Baby Shark。Do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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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, baby shark.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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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, baby shark.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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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Snap it, work it, quick, erase it, try it, get it, it's the same.
融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们这个有那个台湾舞的一个也加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小鲨鱼台湾，对呀、啊，听起来很好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感觉很棒。可是刚那个我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分工很明显，对，因为他们五个人，他们各有各的长项，然后互相砥砺，对不对？我长项的部分我带动大家，对，每一个人有他长项的表演。刚哎，你那个舞蹈的表演是，对不对？很强哎，你帅爆了！他是我们台湾的奥运选手，真的，对，项目啊，真的吗？项目 breaking 项目 breaking 对啊，因为在舞台上，这等于他是一个鞍马在那上面，对，好软，身体的那种律动，对不对？哎，印象深刻，印象的力道也很不错，对啊，哎哎，台湾有一个新生的力量喽，那他们团体跟团体是互相吸引的哦，那怎么办？这边吸引不了。但是各位，有啦有啦，有没有有没有？但是各位，各位五位，但是这边吸引得了。刚刚我坐在那边 ，AKB48， 他们在我后面发出娇嗔声，好棒啊！太高大黑了，佳丽，好棒啊！给他们穿过关了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可以跳他们的舞？有没有人要出来表演？男生，男生，就你，小男生出来，出来跳，出来跳！真的吗？你可以跳！来，小男生，来，给他音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陈耀轩。陈耀轩。陈耀轩啊！来，音乐，音乐，吹的音乐。OK， 台湾舞，恭喜，啊，过关！